富婆挑战蓝色手杖 VS 穷婆挑战蓝色手杖。富婆拿出蓝色系素材，蓝色系胶带，胶带，胶带，蓝色系贴纸，贴纸，贴纸，蓝色系花边，花边，花边，蓝色系便签，便签，便签。穷婆拿出手杖素材，在我珍藏的边角料里苦苦搜寻，千辛万苦才凑出这么一丢丢蓝色素材，但我绝对不会轻易认输，看我用神仙手手美美逆袭吧。富婆开始拍板，先用蓝色花边美美叠边，再优雅撕下好看的蓝色胶带，美美往手杖本里炫。上次的黑白都手杖我居然输给了穷婆，这次的蓝色系排版我可不能再输了。这么多美美的蓝色系贴贴，捉大王混搭小麻薯，我不信这还拿不下你。喜欢这满满当当的排版吗？喜欢就投我一票吧，我的蓝色手杖完成了。穷婆开始排版，素材虽然不多，但这小麻薯补补布丁还有闪闪都超可爱的，来混搭出一个惊艳的蓝色排版吧，全都美美贴贴贴，最后用蓝色笔勾勒出简单的框框和文字线，我的蓝色手杖也完成了。你们更喜欢富婆的排版还是穷婆的？听说我们麻薯姐出新品了，安排啊，这好好的手杖女明星怎么变成这种画风了？这是变成手杖女谐星了吗？真的会让我怀疑麻薯姐的精神状态。姐你真的别太搞笑了，来看看麻薯姐这次的图鉴，真是手杖圈的一股泥石流。这次的麻薯姐就适合炫一个暴躁式手杖，既然要怀疑作者的精神状态，那就贯彻到底吧。人哪有不发疯的，强撑罢了。先给麻薯姐来一顿还原飘飘拳，看看能不能还原以前可爱美丽的麻薯姐。这表情这动作没救了，再来狂炫麻薯姐新动机，也先来暴揍一顿。我宣布，女明星麻薯姐正式进军喜剧界了，以后就是搞笑女麻薯姐了。完成了麻薯姐的新画风，你们喜欢吗？给黑粉的随心配 VS 给真爱粉的随心配，不收一毛钱的02随心配，就用这段魅力塑料袋给黑粉打包吧。老规矩，一大把拉菲草打底，哎呀呀，太多了塞不下，那就给你两个意思一下吧。听说你想要整卷胶带，当然可以，但不是这两卷，这个整卷双面交给你了。你还许愿了贴纸，没问题，这两张小麻薯贴纸给你，最后再送你一大把边角料，是不是要被我感动哭了？来，给你张纸巾擦擦眼泪，打包好了，黑粉自己去路上捡吧。给真爱粉打包零二随心配，就用超好看的折耳妹妹补习袋来装吧。扒开超可爱的透明层，先把附赠的绝美吧唧放进去，再来一个折耳妹妹的鸡脚脚，打开句句就能装的第二层，感觉大的能装下一头牛，先来一大一小两个梨形纸本，再来大中小三个手账本，小麻薯笔袋也酷酷塞进去，再放一叠学习纸，超可爱的折耳妹妹迷你本来两本，满满当当装了那么多，轻轻松松就拉上，背后还有一层，先塞一包便签，再放点小麻薯和奶丸子的贴贴，折耳妹妹超萌尺子也不能少，两边的袋袋也不能空着，机灵姐的新款胶带整句安排上，再来点鱼卷、木子李、小麻薯、闪闪，这边就来十条胶带整循环吧。折耳妹妹必须有，提拉多、闪闪、宝藏街都安排了，卓大王、阿玛莉莉丝、补补布丁各两条，全部美美往里秀。阿特随心配版折耳妹妹补习袋，真的太酷了。手杖富婆古卡 VS 手杖穷婆古卡。富婆拿出古卡素材，看我的机灵姐古卡套装，还是可爱的喵喵造型。打开猫爪，拎起猫耳朵，放了满满的小串珠和超多古卡片片，各种形状和颜色都安排上了，还配了镊子和笔刀。拉开小抽屉，好多包机灵姐的古卡贴贴呀，还有超可爱的小动物系列，装饰贴贴、文字贴贴都 get 了，甚至还有小珍珠。
拥有这一箱子的咕卡素材，看来这次我是赢定了。穷婆拿出咕卡素材，嗨，本穷婆的咕卡素材都在左下角的咕卡小游戏里啦。咕盘只有这个正方形的，不过可以换四种不同的颜色，还有这几张好看的咕卡贴贴。虽然素材不多，但本穷婆不会轻易认输的。穷婆开始咕卡，既然我素材少，就让我先开咕吧，这次就来咕个粉粉嫩嫩的吧。喜欢粉色的话就记得投我哦。虽然我每次咕卡都只有这几张贴贴，但你们可不能因为我素材少就投给富婆了。看我把这些美丽贴贴全都咕上去，咕得满满当当，收尾再挂上超好看的珠链。我咕得这么绝美，应该能拿捏富婆了吧。富婆开始咕卡，既然穷婆咕粉色，那我也来点粉盘盘吧。我这可爱的喵喵卡盘咕上超可爱的机灵姐粉色贴贴，英雄婆应该很轻松吧。真低贵，太可爱了。我再加满一个卡砖，让胜利来得更彻底，霸气开个整卷机灵姐新胶带，图案都超可爱的，每每撕下超粉嫩贴贴，这些美腻小元素都要咕上。 C 位当然是可爱机灵姐。哇哦，这还不迷倒你们，这次的咕卡 PK 你们更喜欢谁咕的？事情是这样的，穷婆得到了一张手账富婆体验卡，今天可以随意使用富婆的素材做手账。哇哦，富婆的手账本有 Wix 方方本、 A6 本、活页本、 Mini 本、大本本、梨形纸本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每一本都贴了满满的胶带。手账笔有1盒、2盒、3盒，各种便签、便签、便签、花边胶带、格子胶带，这里还藏了一抽屉的余卷和整卷。哇哦，这一切现在都属于本穷婆了，今天必须拆拆这些整卷。随便拆吧宝，这是宝藏街新出的四卷 Q 版古风胶带，你都拆了吧。这也太爽了吧，这四卷胶带不仅可可爱爱，还放了满满的历史知识，而且每卷都是250厘米超长循环，太酷啦。咔嚓咔嚓点循环，撕啦撕啦拉图片，我都要拉到手指冒烟了。这就是富婆的泪并快乐着吗？终于搞定这一整桌的胶带了，那就开始做手账吧。先学富婆来个霸气围边，然后用小麻薯镊子优雅撕下浓浓的古风胶带，满满的贴贴随便用。这富婆体验卡简直太爽了，我撕我撕我撕撕撕，最后美美贴贴贴贴，本穷婆做的富婆手账就完成了。第一，手账富婆体验卡体验成功，下次要不要让富婆来体验穷婆手账呢？